那个是女曾伯吗？松柏的柏吗？你看那矮矮的，那是罗汉松吗？你说是哎、欸。正对面呢，柏树啊，真柏，松树应该比较大，比较高的，我们的前方，前方比较高那个，可能就是才是松树。这是什么？这万年青啊？可能也不是，可以参考花卉大全，参考百花门，Triple W BAI HUA MEN。百花门点 com 参考这网站找哎，花卉大全，花卉会大全，花卉大全，哦，会辨识很多的花植物啊。